来看到最新消息，201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今天揭晓，得奖者为美国籍的罗斯曼和谢克曼，以及德国出生的居多夫。这三位科学家解决了细胞如何组织运送系统之谜，因为他们发现了规范细胞如何在正确时间把货物运送到正确位置的分子原则。医学奖是今年诺贝尔颁奖季第一个颁发的奖项，而物理学奖将在明天公布，化学奖在9号揭晓，文学奖在10号公布，和平奖11号，而经济学奖则是要等到14号。